我没好。你谁呀？民政局还没下班，我们现在去离。我俩没孩子，你净身出户。我现在告诉你我是谁，我是他的前妻。罗美好，所以我再抱一下呗。我祝你不孕不育，儿孙满堂。罗美好，我马上就要拿到益达集团酒水供应合同，你送了什么东西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总裁，这是咱们益达集团最新的酒水供应合同，等您近视手术康复之后再过目。把车开过来吧。好的。我真是眼瞎，我怎么看上这种人？啊！我敬你鬼让一下。盲人的钱你也敢偷？你的钱包。谢谢你啊，我请你吃饭吧。我赚钱比你容易些，还是我请你吧，那边就有家店，走。哎，总裁呢？你真看不见啊？其实我也眼瞎，遇上了这种人。你喝多了？没多，我还能继续喝。今天为了庆祝我离婚，咱们点酒，点贵的，1942，就点这个。今天我请客，你就敞开了喝。先生，这是1942年的罗曼尼康帝，20万一瓶。拿去说。看不见，我来扶你。小心。我的腰。昨天晚上都怪你。怎么干这种事儿？你想啥呢？你家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家。我给你当眼睛，给你指路。前面，左转。你的腰是昨天背我的时候受伤了吧？何止，你们家就一张床，我在椅子上坐了一夜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整个按摩师傅来。这么快？我的秘密武器 SKG 按摩腰带，它比按摩师按摩的舒服多了。你不方便，我来帮你吧。你得把衣服撩起来一点。这腰带戴着还挺舒服的。我平时在家都戴着它，薄薄的一片很透气，不管你是追剧还是睡觉啥都很舒服。而且它是用中频脉冲来按摩，是那种很有规律的柔软感，酥酥麻麻的，我可喜欢。你要是觉得力度不够，我可以在手机上帮你调，选择你喜欢的模式。我感觉腰真的松开不少，而且很温暖。这个是自带的热敷功能，它应该不会很热，是恒温的。离开我之后就找了一个瞎子呀，那也好过你这个脑残。现在从我家滚出去。我今天是来告诉你，后天我要在益达酒店办订婚宴，你敢来吗？你敢办我就敢来。好吧。哇，你好，离婚后越漂亮了，恭喜你们喜结孽缘。怎么舍不得我呀？也是，你现在也只能找一个瞎子来当男朋友。不过看来瞎子也嫌弃你，不愿意跟你一起来啊。谁说我不来了？我来晚了。你的眼睛。我之前做了近视手术，现在已经恢复了。这瞎呀是一时的，但那穷是一世的。我已经搭上了总裁助理，一会儿就要去益达集团跟总裁敬酒签合同了。这单合同你怕是签不成。你送了什么东西啊？你还敢动我？我现在就给总裁助理打电话，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签合同的。哎，陈子柱，你来了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总裁啊？总裁。总裁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敬您一杯酒。你的酒我就不喝了，免得我不好意思让你破产。总裁，罗总加入黑名单，永不合作。总裁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不瞎？我眼光好得很，我要选你做我的总裁。